实力被低估的枪，你知道吗？游戏里有些枪并不是很热门，其实他们是很有实力的。今天来聊聊实力被低估的三把枪，大神都在用他们偷偷上分。一 ACVL 的伤害是步枪最低的，只有39点，比5.56步枪还低，而且子弹出速慢，只有333米每秒，只能打近战，但容量也很少，初始只有20发。可它的优点是其他步枪没有的，首先就是射速超快，让它的秒伤很高，有519点，在步枪中只比狗砸低，而且它换弹极快，稳定性极强，近战钢枪真的非常厉害。二云九四，曾经的云九四确实很弱，伤害低，还没有瞄准镜，换弹也很慢。可后来云九四经历过多次加强，首先是瞄准镜自带2.7倍镜了，然后伤害也得到了加强，现在和98K M24一样，能一枪秒杀满血二级头了，这是质的加强，而且双狙都加入了震慑效果，现如今的云九四非常厉害。三 VSS 其实和 ACVL 非常像，它的单发伤害确实很低，而且打不了远战，但是它的秒伤极高，在射手步枪中仅次于 MK14，而且也是换弹快，它还自带4倍和消音，在前期是非常好用的。